现在，快乐是因为曾在内心加独白，偶尔犯错常常不老是意外，是人总是放不开，茶几色喧宾着，前往迈向关禁城，却不能把青春换成永恒。张了吗？啊，吕太医，这也不说话。你想说什么？公主连喊头晕，这并不是失针后的正常反应。如果继续失针的话，不但于事无补，反而会引起其他的症状。你凭什么这么认为？你就凭刚才打过的一次脉？如果继续这样失针的话，必定会血脉大开，血往上涌，头脑就会充血，这样反而会给大脑造成极大的挤压，一旦血管破裂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你太危言耸听了。那你说他有什么病因？等安某查证之后再做诊断。等你查证之后太迟了。我的医案是经过试验，前有几日几夜茶饭不思，苦对同仁，后有月四儿身上是针，几乎搞出人命才有小小成果。现在你连病因都说不出来，却来虚张声势，无端干扰。不怕告诉你，延误了病情，你和我性命都难保啊！如果公主出现了危险，不仅仅你我的性命不保，她的性命首先就不保了。吕太医，这一针进去，关乎公主的生死，请你谨慎行事。我对我的医案很有信心，安道全，我现在不想跟你争论，我要给公主进针了，你不要再阻止我。吕太医，不可，让开。公主，你怎么样啊？快把门给我关上，我不要让任何人看到我的脸，快去。你听没听到公主的呻吟声？你听没听到公主在叫头疼吗？如果再不施针，他的病又要复发了。我这次来就是要看公主如何发病的。公主，公
公主，公主，你先开门呐！你们谁都不要进来！公主，你让我进来吧，现在是发现你病因的最好时机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难得丑一次，我们不会说出去的。韩道全，如果不是你阻止我施针，公主也不会发病。如果公主有什么事，你全权负责。哼，公主，公主开门，让我来。静我，静我开门呢。或许是师姐，不开啊！这可怎么办呢？你敢！深夜村夫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？看什么看啊！你这么漂亮，还怕人看呢？公主，你刚才是不是看不见了？现在呢？现在好了，就那么一下下。不过，我当时真的很害怕。我当时的样子肯定丑死了，不想让你们任何人见到。不过，现在好了。不要害怕，有什么事情叫我啊。哎。嗯。我有事找你。什么事啊？你有没有办法让我忘了一个人？就比如说，在这里。扎一针。我现在这里好痛，就像被抽空了一样。我觉得我就要死了。办法倒是有，只不过这针扎下去，你不但忘了那个人，连你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。给我扎。别傻了，公主。虽然治疗情伤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，不过我还是有办法的。那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啊？骗我？哎，我骗你干什么？我是神医安道全，还有我不能治的病吗？公主，你现在好好休息，等你养好了身体，我再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公主没事了。安道全，你为什么要处处跟我作对？哎，吕太医，您德高望重，我不过是个无名小卒，我怎么敢跟吕太医作对呢？我太不自量力了吧。你不要以为你在江湖上有小小地位就目中无人，不将我这个太医令放在眼里了。哎，我也希望吕太医的医案有用，但是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我昨天晚上按照你的医案，在我自己头上扎了两针，结果我睡到今天上午还没醒，醒来之后一头大汗，血往上涌，头上自然出汗了。怎么样，找到公主的病因了吗？就快找到了。就快就快，我看就是无故阻挠，我同你一起去见皇上。吕太医，皇上不是说见就能见的，虽然现在太子监国，可是烦心事还是山一样的压着他。他是天子，专门管理国家大事，你是太医令，治病救人是你的事，不能什么事情都推给皇上啊。哼，安道全，你有本事就拿出你的医案来，你要是有胆量就在公主身上进针。此处进针，稍有偏差，即刻毙命。所以，慎之又慎。
问你，安道全呢？他在干什么呀？他往这里扎针，这可是太阳穴，会死人的。这山野村夫，他不要命了。你这次干嘛？你在为我施针吗？公主，你想太多了吧？我凭什么为你施针？我这两天不舒服，我给自己扎两针不行啊？真的假的？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耽误了我治病，你负责得起吗？哎，快走！你还推我？我才不对你负责呢！你要死要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走就走。安贤弟，安贤弟，安贤弟，安贤弟。月和兄，月和兄，安贤弟，你见到四儿了吗？四儿还没回来吗？我刚刚去过李刚那，李刚说大山和他已经回来了。啊，不会吧？这大山是我兄弟，他功夫特别好，他保护四儿，应该不会有问题啊。哎呀，你们呢，先别着急，我啊再派人去找就是了。哎呦，急死我了！李刚还说，四儿的腿受了伤，根本走不了。啊？昨天晚上有人在城门看到过四儿，那他们应该回来找安神医诊治才是啊，现在还没回来，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？这大山以前当过土匪，脾气又暴，不会被官府扣下来了吧？啊，如果是这样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我啊现在马上派人到大内去要个令牌，到各路官府去查一查，问一问，找人把他们带回来就是了。啊，多谢花魁娘子。走。啊。安神医，你怎么了？贤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可能是昨天没睡好。我们快走吧。哎，安神医！啊，安神医！贤弟。确实是汴京人士，家住南门，家里开着一个绸缎店。那叫你家人拿100两银子，就放你出去。100两？怎么着，嫌多啊？你酒醉街头，彻夜不归，把你当成金人奸细杀了，也不为过。大人，我家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银子。哼，那就200两吧。大人，你来人，拉下去。大人，我交。两位兄弟，这就是御酒房的大牢。哎，你是何人呢？你有所不知啊，这是蔡太师临时直管的监牢，
专门扣押金人奸细、流窜案犯、可疑人等。我能不能进去看看？这个我可说了不算。那这儿谁管事啊？太师府的蔡七。蔡管家。蔡七？啊，蔡七也开始管起这个大牢了。哎，蔡太师撑腰，哪样管不了啊？啊，这位兄弟有所不知，我跟蔡七也是老相识了。你让他出来，我跟他聊会儿天。啊，您稍等会儿，我去通报一声。好。蔡管家啊，就说我不在。可是他手中有宫里的令牌呀。你到底给我几年了？这个令我说了算，不长眼。是是是，加一个。是。是。怎么样，蔡七呢？蔡管家不在。啊？你让我进去，我跟他聊会儿天。这可不行，真不行。我知道他在里边。这个，孙子蔡七，快放我们出去！信不信大爷把你们脑浆都打出来？张公子，你醒了？咱们这是在哪儿？这是蔡京的御酒房监狱。哎，你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不行了？这个杜恩，我出去一定饶不了他。啊，四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，张公子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哎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只要你愿意，我程东桥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即便是性命。一边去！别以为你帮了我们，就可以对我嫂子动手动脚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但凡让我看到你调戏我嫂子，照打不误。哎，你们。我不可能推不动你啊！哼，我练过大力神功，你推不过我那是正常。杨哥，我的功夫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推不动他。这关不住我，我想办法离开这儿。你们怎么离开呀？你们的来路我还没查清楚呢，我怎么能放你们出去呢？蔡七，你凭什么关着我们？放我们出去！月姑娘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大量的金人很有可能混进汴京城，我怎么可能放你们走呢？不过，我今天要给你们挪个地方。来人，在，把门打开。让你干什么？嗯，刀可不长眼，别自找没趣。蔡七，你要是敢动他们，我就告到皇上那儿，让你不得好死。哼，来呀，把他给我关进地牢里。让放他，走，放开我，走，放开我。哟，原来是岳教师啊，请。哎呀，没想到蔡七管的地方越来越多了。哎呀，岳教师持有宫中令牌，犹如皇上驾到，谁敢阻拦呢？不过，你说的这一男一女，岳教师啊，我这儿实在是没有啊。啊？至于你的女儿月思儿姑娘，我曾经也看到过她跳舞。如果我看见她，不早就给岳教师把她送回府上了吗？岳教师，看吧。没有吧？走吧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救命啊！放我出去！都没有人。哎呀，幸。
现在的世道啊，人心不古啊，形势复杂呀。像你女儿这么年轻漂亮的美人，你怎么舍得让她一个人出来呢？啊，岳教师，看过了吧？没有吗？岳教师，嗯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哼，我这人贪酒，想闻闻。哦，岳教师也喜欢喝酒啊。岳教师，我这里可装不了人呐。这声音清脆动听，没想到一个普通的酒缸居然是上等的乐器。这边请。是干什么的？好像是酒房。对呀，岳教师，就是酒房，已经空置了好多年了。你看，这些老鼠都赖在这儿不肯走啊。这地下肯定是酒窖。岳教师真聪明啊，已经是废弃的酒窖了，连路口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了。救命啊！我在这儿。好像是铃铛的声音。什么声音？没什么声音。哦，那是我昨天夜里抓了一个从杭州来的叫花子，在那儿拿铜钱棒唱《莲花落》呢。能看看吗？岳教师，请。好戏那个冲天灌斗牛，英雄事业呀，未曾瞅，未曾瞅。手提那个三尺龙泉剑，汴京城里斩奸邪，那个斩奸邪的人。什么？敢来汴京城里斩奸邪？说，说那个奸邪是谁呀、啊？哎呀，听我表一表，这奸邪他本姓蔡。去你的！岳教授，您看看，我抓的都是什么人呢？自然嗓音好，就是有点疯疯癫癫的。一个叫花子没有银子，如果有人做保，我早给他放了。如果我做保，要交多少银子？岳教授，肯把这个疯子带走？我真是求之不得。好，那我就带他走。叫花子，过来。算你有福气，有人肯赎你，带你走。哦，救命啊！不要走，我在这儿。救命！走啊！哎，我这出了监牢大门呐、啊，我连饭都没得吃了，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吧。哎呀，回来回来，这样吧，我给你盘缠，你跟我走。啊，给我盘缠？这十两银子够你回杭州了吧？谢谢谢谢，哎呀谢谢。不过我想要你一样东西。要我东西？是啊。我可没什么好东西给你呀、啊，我就要你这个铜钱棒。给，好。哟，看起来你是行家呀。哦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萍水相逢，有朝一日啊，我们在杭州见吧。把打开。把他们俩都放出来，免得闷死。嘿，我知道你是安道全的兄弟，江宁府的巡王军，叫大山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抓我？我就纳了闷了啊！你不在军营里好好待着，你跑到汴京城来干什么呀？
安道群还让岳思儿跟着你，说到底什么用意？安大哥找我来汴京城喝酒，就这么简单。哼，喝酒？不让你嘴硬，不让你嘴硬，说到底什么用意？就是喝酒。喝酒用找一个飞贼做帮手吗？关你屁事，我一会儿再收拾你。哼，他不说那你说？废话这么多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把你收拾。嘴还挺硬啊。啊，来人把他给我关到地牢里，饿他个三天三夜，看着说不说。是。哼。大山哥，程公子，你们怎么也被关到这儿来了？我先给你们解开。四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程公子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大山兄弟啊！一会儿你帮我个忙，什么忙？用力拍我的后背。这，来呀！好，来！受了伤，哦，那你们小心点。走。哎，站住！你们抬的什么？美酒。蔡管家人呢？他还在御酒房喝酒呢。好，进去吧。哎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我敢断定他们肯定关在御酒房。那你刚才怎么没找到人呢？找了，可是没有找到。不过我似乎听到了斯尔铜铃的声音，我估计里面有暗道机关之类的东西，我相信他们肯定把他关在里面。那赶快向蔡七去要人呢。那小子向来生性狡诈，他既然敢抓人，就更别想要他放人了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去开封府告他们。你想想，开封府向来跟他们势不两立。岳教师可别太迟了，怕找不到人呢。我们马上去联络开封府的人，到御酒坊去要人去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就闹到皇上那儿去。我看只有这样了。我送来的。哦，哎，月和兄他们呢？他跟花魁娘子出去了。他们出去了。嗯，听说四儿是被太师府的蔡七关起来了，他们去救人。哦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月和兄他们。御酒坊在城北，很远的，要不然等他们回来吧。不，我直接去太师府问蔡京要人。那你坐我的车进去吧。嗯。让我们进去。是是是。四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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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太七呢？不知道。走。嫂子，这醉杏楼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找不到啊？见面就是往前走，不要停下来。酒房的看守，昨天你们抓了几个人？三个。有没有姑娘？有，年轻漂亮，简直是仙女下凡。谁让你说这些的？我是问你，那个姑娘的腿是不是不能走路？对对对，不能，是个大汉背着她的。我问你，蔡西人呢？太师府。进出。嫂子，大山哥醉杏楼到了。嗯，请进。蔡青，蔡青，你给我出来，把人给我交出来。蔡青，把人给我放出来。贤弟，萧让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这是？晋国公主安神医，这么晚找老夫有何贵干呢？蔡太师，请你把岳四儿和安道全的兄弟大山交出来。老夫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呀。哦，原来你们夜闯我太师府是为了要人呢。蔡太师，四儿姑娘和我兄弟大山是被蔡七抓走的，我们当然要来太师府找人了。有这种事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没错，蔡七是我府中胥吏，可最近被皇上钦点去了开封府帮忙维持治安。他主管的是御街内城，不受开封府节制，也不归我管。说他抓了什么人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蔡太师，这蔡七他再有本事，他也是你太师府的人，我看还是把他叫出来，当面对质，把这件事情问清楚。哎呀，安神医呀，你这样是为难老夫啊。好，你不信，问你兄弟萧让吧。安贤弟，蔡七这几天确实不在府内，我听说他在御酒房专门收容流窜京城的闲杂人等，要不你跟我去看一下。不了，我看还是太师发句话把蔡七传过来吧。不，我不相信蔡太师的话，我不找什么蔡七，我就要问你要人。哼，公主倒是真有个性啊，夜闯我太师府来捣乱，还为难老夫。幸好老夫身体比较健壮，但公主你要当心你的身体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说公主身体欠安呐，太医局的太医也束手无策，又请了安道全，那就说明公主病得不轻啊。皇上为此寝食不安，耽搁了不少国家大事，全都是为了你。如果万一你在太师府犯了病，有个三长两短哇，那我可担待不起呀。蔡青，你今天要是不把人交出来，我偏要倒在你太师府。公主你也太放肆了吧。我蔡京当朝一品，皇后贵妃见到我也要尊重三分，而你只是个宫女所生，你母亲能封为美人都是经我的手，皇上才同意。你居然如此嚣张，是可忍孰不可忍呢？蔡京，全天下谁不知道你是个佞臣、奸贼、大坏人？大宋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还不都是拜你所赐啊！你要撒泼，就回醉杏楼。你那口上好的楠木棺材在那儿，不在我这儿。你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公主。
把他拿下。是。当心啊，公主！当心，公主！住手！你们造反吗？退下！蔡太师，公主文弱之身，知书达理，单村夫也是为了找到四耳姑娘他们才来的。如今皇上对她疼都疼不过来，恨不得有一半的病生在自己身上，你却让她受这么大的羞辱。我才受羞辱，你看她把我打成这样，我回头找皇上评理去。蔡太师，去皇上的评理有的是时间，今天我们大家来是要人来的。蔡太师，蔡七呢？蔡七为皇上办差去了，不信你问萧让。蔡太师，你的院里啊，居然有这么大的酒缸啊！那是蔡七叫人送给我孝敬我的。怎么样，连我家的酒都要搜查吗？当然要搜查。花魁娘，你把我太师傅当什么了？想怎么样怎么样？你欺人太甚，连我的酒都要查？一定要查！我打开了，慢着。月教室你打开以后，如果里面是酒，我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一个时辰之内把它喝了。蔡太师，你也真会开玩笑，这么大的酒缸一个时辰内，就是酒仙下凡他也喝不完呢。花魁娘子，我喝。你说话算数？当然算数。蔡七，你怎么会在里面？蔡七，人呢？人？什么人呢？四耳大山，你快说，他们在哪儿？大师，这酒喝多了。你以为有人替你撑腰就能胡作非为吗？快说，人在哪儿？蔡七，你到底把人藏哪儿了？你看公主都来了，你再不把人交出来，太师也保不了你啊。这件事情开封府也管得着，明天皇上也一定会知道的。要是有人指使，那背后指使的人也脱不了干系。你快说，四耳姑娘跟我兄弟大山他们到底在哪儿？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，功夫很好，他杀了两个侍卫逃走了，咱们俩也跟着一块儿逃走了。那他们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蔡七，你把无辜的人抓起来百般折磨，如今又抵赖说人不见了，天子脚下你胆敢如此恣意妄为，你该当何罪？知罪？我知什么罪啊？我做的所有事都是蔡太师一手指使的。你住口！我叫你去维持治安，我没有叫你随便抓人的。蔡太师，你说抓一个人就一百两，所以多抓一个就多一份收入啊，所以我就尽量多抓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该上，拉出去埋了。慢着，蔡太师，你滥用私刑，这是有违我大宋法度的。我怎么滥用私刑了？他是我的家奴，我在执行家法而已，跟大宋法度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想报仇，我在处置他，你们还不满意呀？你想骗谁啊？什么执行家法？你这是杀人灭口！哦，你们想他死，我替你们处置他，现在我变成杀人灭口了。你是怕他揭你的老底，所以你才想杀了他？你血口喷人！你蔡太师，什么事儿？啊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！蔡太师，皇上宣你明日上朝。哼，听到没有？皇上宣我上朝，明天我找皇上评理去。哼。月四儿现在已经回醉杏楼了。啊，四儿，四儿回来了。那我们快回去吧。快回去吧，走走。兄弟，别忘了把酒盖盖上。安大哥，哎，大山，大山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赶紧看看月姑娘吧。花魁娘子，你赶紧送公主回房。
那好，那你的伤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走。哦。怎么样，安间谍？四儿身心俱损，伤得可不轻啊。安大哥。四儿，你先别说话。我们刚进城，正准备去醉星楼的时候，就让他孙子给抓了。要不是那个程公子帮忙，我们到现在还关在那地牢里呢。哎，别说，那个姓程的虽油腔滑调的，但是那功夫真是不错。他出手也太快了，就一下子就砍掉两个看守的脑袋呀。哪个程公子啊？好像叫程，哦，叫程东桥。程东桥。你还是不肯讲吗？你到底让我讲什么？讲你该讲的话。李大人，请恕小女子无礼。你所说的话，我一点都听不懂。况且，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们恰恰相反，我对你还是蛮感兴趣的。李大人，你想啊，我为什么要杀你呢？我还要找人帮我来杀你。你把黑石灰的事情冤枉在我头上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是你所说的黑木寨，还有标记的事情，我从来都没听说过。是吗？我当年当大理寺少卿的时候，曾经抓过不少贪官。让我猜猜，你是金人派来的，蔡京派来的，又或者是……李大人，你也太高估您自己了吧？你以为每个人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杀你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既然你什么都不想，那就不要讲了，我有的是时间。悟空，李大人，进来暖和一会儿，别在外面候着了。我们一起陪慕容姑娘一块儿等。是。等什么？当然等你要等的人了。既然你什么都不肯说，那我只能问他了。你也知道，被黑石灰涂抹过的地方一个月也不会掉颜色，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哼，我说李大人，你的分析能力还真强啊。多谢夸奖。不过这一次恐怕让你失望。既然你想等，那我陪你一起等好了。一世情长，相约茫然。